6点，天空微亮 ，OK， 可以坐掉。哦，我要吃掉了。水面一点点，来这样子，这样子靠近手手，不要那么，不要一次倒那么多。来，把鱼吃完给你看，这样子，你看，来这。他那个嘴巴那么大，你稍微倾斜一点，对对对，他过来过来，这一只过来，这一只快撞到头了，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在吃？那乌溜好大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嘴巴睁开，过来，再一只，他不会咬人了。哎呦，你全部倒完了、哦，哇，还有一点点，不会咬人了，那个没有牙齿的。我看它没有什么牙齿，哎呦，它吃吗？有，我看到嘞。再一只，这一只，白色的，白色，小心哦。哇，它再害大只卡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哈哈，那只一直撞你的，好好笑哦。啊，你过来一点点，你过来一点点。哎，它有吃吗？有啊。有哦。有没有？你过来一点点。哇！小心刀客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了。小心起来，好了。这里，哥哥。没有。你试试看，看看要不要吃，不然把皮喂了。吃很大声呢，不用怕它不会咬人，你拉它拉过去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把皮在你旁边，来，有没有？它是不会怎样，这马是比较乖，有没有？它喂别的吗？好笑哦。哎，这几番嘞哦，原来还搞不，这真是很可怜的动物哎，要吃一个东西那么辛苦。你过来，它也在抖，快点，给它，没关系，追君，不会不会，爸爸比爸爸喂。你看，我好可怜的小绵羊。为什么很可怜？我可以摸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你摸摸看，但你要小心手哦。为什么？不会怎样，这样子摸，摸这里没关系。不会的。然后我帮你拿一个菜菜给他吃，他就不会咬你。好小。好，那你摸，赶快先这样吧，赶快摸。要摸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个乌龟快点走。有没有摸到？你家绕圈圈是？来来来。
示范给你看。哎，我们下面还有一只哎，你要？你不要喂它哦，它很可疑。这里啦，下面有一只啊。你喂这个。来，来吧，吃一口吧。嗯，不吃了，下面。有吗？没有啊。它不会过来吧？那可要丢过去给它吃。拿去喂别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走。这个好大、哦。这有什么东西？下面应该还有什么小动物吧？那有滑梯。肚子吗？为什么没有肚子？那是羊。有滑梯哦，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哎、真的哎。不是啊。他们应该在下面吧？哈喽，我要吃巧克力。金宝也不用吃饭了，你也不用吃饭了，好好笑啊、哦！他躲在那里，他不。大嘴鸟，没了。它会咬人。会哦，小心哦。